看来还有点追忆啦。昨晚王家卫的团队为他搞趴，庆祝他获颁勋章。玩到深夜，车间王导拖着老婆离开，咦，还精神得很啊！多谢大家，自己唔系好多，都算唔算系一班朋友，即系夹埋送俾你一份贺礼咧？都唔系朋友啦。Family night， 因为我觉得呢个永远唔系个人，系大家一齐，所以即系话大家一齐喺度。食一餐饭，就即系话听下偈，好开心。可是中午来道贺的梁朝伟呢，不见人影啊，还是仗阵最乖啦，陪汪导尽兴而归。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喺啲台湾嚟啊，住喺度，即系话大家都好开心，咁之后跟住我就做其他嘢。幸好这次搞室内趴，不然像上次一样在户外吃饭喧哗，又会给附近的居民投诉啦。因为佢喺啱嚟嘅公安嚟香港，咁所以有民事院方围，咁我就带佢去呢个公司附近，因为佢唔知道香港系咁样嘅，即系佢听住话香港都有啲地方可以咁样接嘅，但系嗰晚可能会有少少啦，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因为嗰个地方咧。十二點後咧，其實應該要入去嘅。咁但係我哋即係唔重要入去。咁啊，之後我哋入咗。咁但係所以，如果需要到其他人咧，大家都即係同佢講聲。